好，来我们继续啊，接下来的话呢，接着看啊，字符串的这个常见操作啊，有一些这个字符串的这个有一些字符串相关的方法啊，可以跟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字符串相关的方法呢还是很多的啊，还是很多的。这里边呢每一个呢基本上都是它的一种常见的这种方法，我跟大家写一下吧。光这玩意儿的话讲起来都得半天啊。来一个13啊，这个叫字符串。字符串常见的这个操作啊，好，有哪些常见的操作呢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啊。比方说，我现在先来一个字符串吧，来一个 x， 然后等于什么呢？等于那个 a b c d e f g h i j k 哈 l m n 好，来这些东西。好，有了这个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呢要做的工作是干啥的呢？我有一个这个字符串叫 x， 然后呢，我现在给它进行一个。进行一些操作，比方说有哪些操作呢？第一个啊，我们可能常见的操作就是获取这个字符串的这个长度，哎，获取它长度最简单的方法就怎么写呢？有一个 len， 然后来一个 x， 给它放进来就行了，哎，放进来就可以了。大家注意，这个是什么呢？使用这个啊，我们这么写吧，使用这个内置的什么呢？使用这个内置函数谁呢？这个函数啊，内置函数这个 len 啊，可以这个获取字符串的长度。你用这个内置函数叫 len 啊，点进来看看，大家看啊，这就是我们这个啊，我怎么样点进来的啊？哎，还知道我怎么点进来的吗？按住 Ctrl 键哈，然后来点这个 len， 然后就直接进来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就能够看到我们这个里边的代码了啊。它会告诉你 return the number of items in a container，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返回一个这个 container 容器里边的这个条目的个数啊。好，那这就是它的长度，就可以获取啊，这是一个啊。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，还这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啊，一个是获取长度。除了这个获取长度之外呢，我们还有类似的一些方法，大家可以看一看啊，叫 find index 的 rfind rindex 的，这个是查找内容相关的方法啊，查找内容相关的方法啊。就是查找它相关的方法，那这个方法有哪几个呢？刚才我们看到的了，这个叫一个叫 find， 一个叫这个 index 的，还有一个叫什么呀 ？rfind 啊 ，rfind， 还有这个是这个 rindex 的啊，好，就这四个方法，它们都是干嘛的呢？都是查找相关的方法啊。它的用法是怎么样用的呢？比方说啊，我这个字符串呢有这么一老长串，我现在呢想看一下我这个字符串里边，哎，到底有没有这个。有没有这个 L， 有没有 L 啊？有，是不是？那有的话呢，这个 L 的位置在哪？我是不是可以找一下啊？那这个呢，大家注意，可以直接这么写啊。好，这个写法的话呢，今天可能是大家第一次见哈，就是这个叫 x 点啊 ，x 点来个什么呀 ？find 这样找一下啊 ，x 点 find 找谁呢？你要找的是 L。好，那我们来打印一下啊。好，大家注意啊，这个来一个结果吧，来一个这个叫好，直接打印吧。x 点 find 啊，大家看拿到这个结果是几？11啊，它的下标这个 L 的下标是11，我们看是不是啊？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大家看是不是找到这个下标是11了呀？啊，这几个方法呢可以怎么样呢？啊，可以这个获取这个指定元素、指定这个字符的吧，字符的这个下标，哎，就这么一个情况啊，啊，很好啊。好，大家都还在互动区里边跟我这个评论区里边还在跟我互动哈，虽然说你这个互动已经跟我刚才讲完的话，这个延迟大概有十几二十秒啊，但是我看到了依然很好啊，感谢姚婉婉同学的互动。好，来看看啊，可以获取到指定这个字符的下标，有啥区别？不着急啊，蔡胜利同学不着急，我们一个个讲，它既然有这个，肯定是有区别的，是不是？好。除了这个之外呢，还有什么呢？除了 find 之外，还有一个叫 r 这个 index 的啊，点这个 index。好，来看看 l 哈，我们来点 print 打印一下，看看这个效果。大家看，走你运行，哎，下边这个也是怎么样？俩都是11，都找到了这个 l， 而且都知道它的下标是11。那这玩意儿有啥区别呢？这玩意儿有啥区别呢？它肯定是有一些区别的，是不是？那刚才蔡孙丽同学也问了，这个有什么区别呢？好，区别在于这儿啊，大家可以看看啊，我给你找，大家看啊，现在呢，这个 L 在这个字符串里边是不是存在的呀？但如果我 X find 放那个什么呀，放那一个这个 P， 我找这个 P 在这里边存在吗？ P 呢，在这里边是不存在的，是不是？那不存在它会怎么样啊？不存在的话呢，我们看看，来打印一下这个结果，看看它是个啥玩意儿啊？来运行一下走，你看 find 里边，哎，不存在怎么样啊？哎，返回的是-1，哎，就是如果这个字符啊，字符在这个字符串里，这个不存在会怎么样呢？会这个结果是什么呀？结果是这个-1啊，结果是-1。好，这是使用这个 r， 这个使用这个 find 是这样的啊。 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看，如果使用这个 index 的，它会怎么样呢？来个 p 点 print 啊，来我们看看啊，来运行一下，走你这个地方怎么样了呢？大家看看啊，这个 x equal 啊，推出码的值是1，那这个1呢表示什么呢？1呢表示我们这个有问题。那你可以看看这个效果，大家看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告诉你怎么样呢？找不到，用这个 index 的，如果你找不到的话，它会报错啊。如果使用 index 的。 使用这个 index 的，如果怎么样呢？如果这个元素啊，如果这个字符不存在哈，不存在会怎么样呢？不存在啊，会报错啊，不存在啊，这个会报错。好，这就是它的一个区别啊。 好，那这个东西呢，其实大家呢要写一写，其实就记住了，它没有什么特别难的啊。啊，我们可以看看啊，其实还可以从这个文档里边也能看啊，文档里边也能看。大家注意啊，我每一次呢会教大家东西啊，跟大家说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，会跟你说，然后会让你记一些。但是呢，我们还会这个再教大家一个东西叫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这个我给你鱼是不是？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是吧？ 那我给你们一条鱼，然后呢，再把鱼竿给你们，教你们怎么样钓鱼。大家注意看啊，其实怎么样钓鱼才是最重要的，是不是？来，按住 Ctrl 键不要放啊，注意听我说，按住 Ctrl 键不要放，按住 Ctrl 键不要放，你点那个 Find 啊，点那个 Find 来看，点那个 Find， 你点进来看一下，走你进来啊，大家看这个地方呢，到了我们这个页面了啊，这个页面是什么东西呢？啊，这个东西呢，跟大家说一下，在我们这个 Python 里边啊，它有一个概念叫类啊，这是命向对象的一个语法，我们在后边会跟大家讲啊。到我们这个第三周的时候，然后呢会跟大家讲这个命向对象的这个语法。大家可以看一看啊，对于我们这个来说呢，我们字符串啊，这些方法其实都是什么呢？这个 x 是个字符串，它字符串呢就能够用字符串。 这一类里边所有的啊，这个类字符串类里边所有相关的方法，那大家可以看看这个 find 呢，就是这个字符串类里边的相关的方法。那这个字符串里边到底有哪些方法呢？哎，我们可以跟大家简单的看，我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样找啊。注意啊，这个字符串里边到底有哪些方法，怎么看啊？来，跟着我的步骤走啊，注意脑子跟着走啊。你看到这个小圆这个玩意儿了吗？这个玩意儿像是一个瞄准镜一样，看到没有？像是一个红点瞄准镜，是不是？ 好，那我们点一下这个红点啊，来瞄准一下，走你，大家看啊。现在呢，你发现一个问题，这个地方左边啊，这个地方已经变了，哎，左边的这个我们这个文件已经变了，它跳转到哪了呢？跳转到这个 buildings 这个 py 文件了，跳转到这个 py 文件了。那我们呢这个代码啊，这个 find 这个方法其实就定在 buildings 这个点 py 文件里边了，看到没有？ 好，我刚才怎么做的啊？我怎么打开的红点啊？跟大家说一下啊。来，我先把它给关掉啊。来，你看啊，按住 Ctrl 键到这个 Find， 然后点一下啊，就把这个 Find 点中。点中完了之后呢，点一下我们那个红点瞄准镜啊。我比较喜欢用红点啊。来看看，走一下，你看，那现在到这个 Buildings 点 py 这个文件了，看到没有？好，到这儿来了之后呢，大家注意啊，现在呢你什么都看不到，是不是？注意看这儿，这有一个，这还有一个小齿轮，看到没有？这个齿轮就是设置。 点一下这个设置，这个里边呢有一个叫什么呢？有一个叫show members 啊，就第一个 show members， 把这个勾给它勾上，勾上完了之后，大家会发现这个地方多了一个箭头，看到没有？多了一个箭头。好，那现在呢，你重新回到这儿来啊，回到你点到这个 find， 然后再怎么办呢？再点一下我们这个红点，走你。好，大家看啊，现在呢列出来了，你看看到这边一大堆的方法，看到没有？这里边一大堆的方法。 一大堆的方法，这个呢，大家看最上面有一个叫什么呀？叫 str， 看到这个了没有？它写的 str， 你看，你给它收起来，可以打开，哎，可以收起来，可以打开。那我们今天介绍的方法呢，其实都是 str 这个类哈，这个类里边的方法。哎，你是一个字符串类型，你就能够用这个字符串类型里边的所有的方法，你都可以用，明白不？这就是我们说的面向对象的一个概念。今天先简单的介绍一下，我们在后边会详细的讲。你 X 是个字符串，是这个类型，那你就能够用这个类里边提供的所有的方法。大家看，这就是它的方法，看到没有？怕不怕啊？不怕不怕啊！有我呢。嗯，好，这么一个情况啊。这里边的方法呢？我简单的这么多是不是？我操，是不是啊？是多啊，因为它提供的功能比较丰富。其实这个我们看看啊，还是有那么，还是有那么些多的，是不是啊？有些多啊。好，那这个怎么办呢？哎，我们挑一些我们常见的跟大家讲啊。我跟大家讲这些东西呢，都是怎么说呢？都是这个多是多，但是都不难，明白吧？多但不难，明白不？好，来看看啊，有哪些？首先呢，大家看啊，前面这个啊，以两个下划线开始的不用看，这些地方到这儿来啊都不用看啊，这一段都不用看，明白吧？两个下划线开始的不用看啊。有同学问不用记吧？这么跟大家说啊，有一些要记，有一些不用记，常用的肯定要记住，不常用的哎可以不记。这个呢，我跟大家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？我们呢这个开发工具啊，它可以，我们再点，我再跟大家说我怎么点过来的啊，我怕有同学这个待会儿再来问我咋点过来的。再说啊，我已经再说的话是第三遍了。好，我再说一遍，按住 Ctrl 键点那个 Find， 点完之后呢，点一下我这个红点儿，点完之后它就直接跳过来了，明白吧？如果你没有跳转打开到这儿，你把这个地方小齿轮打开一下，这个叫 Show Members， 把它打开就行了。好。这里边的方法很多，我们呢会记一些这个常用的啊，有一些这个不常用的要知道怎么样找。这个可以怎么理解呢？你可以这么想，就是说，像我们呢，大家知道都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呀？叫字典，是不是？大家都用过字典，是不是？字典的话呢，我们用来的话都是用来查这个文字的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有没有同学背过这个康熙字典、背过新华字典的呀？啊？你要是背的话，那说明你厉害啊！反正我是不会背的，是不是？但是的话呢，我们最基本的情况你要知道，你说你写一个你我他，是不是？你表达一个写个我爱你，是吧？你写个这个情人节，是吧？来表白一下，来个我爱你，你都得查字典，这是不是太丢人了呀？所以呢，最基本的东西我们是要学的，要记的，明白不？哎，把常用的要给它记下来，不常用的话呢，会查就行了，明白不？当然了，你也要知道哈。怎么样查？刚才我那个操作已经跟大家演示了3遍了啊，要记住那个操作。你不能怎么办呢？你不能说我左边一个字典，右边有一个左边是这个新华字典是吧？右边是这个怎么样查字典是吧？两本书来回翻，这样是不行的，是不是？你要知道怎么样来查这个文档啊，这是比较重要的啊。好，来我们看看啊，刚才我们看到的是 find 是不是？好，这个 find 完了之后呢，这里边有一大堆东西，哎。人家写的还是比较的有意思的，写的很对的啊，很完整。但是呢，这个时候呢，就到了一个这个英语的学习时间了啊。他这里边告诉你啥呢？他说这个，哎，这个用法是这么用的 ：s.find， 然后写一个 sub， 就是你要找到那个字符串。然后呢，怎么写呢？然后再写一个，这里边呢可以有一个这个加括号的，这个是可选的意思。可选的意思啥意思呢？你可以这样写啊，待会来个 x 点儿。find， 我们找一下谁呢？还找一下我们这个 L， 我能够找到这个 L 是不是？它的这个位置呢，我们也知道它是第11个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这个里边还可以加东西，比方说我从第几个找呢？从这个第4个找到第几个呢？找到第9个，从第4个开始找到第9个，那你看看这个时候运行一下，有没有呢？大家看这个结果就是-1了，因为它的位置是在11，是不是？你从这个第4个开始到第9个找是找不到的，所以就没有这个东西，明白吧？啊，这是它的一个用法啊，就是写一个完了之后呢 ，start 和 end 你可以挑选的写一个啊，有一个 start 一个 end 一个，然后呢，这个箭头啊，这个 int 这是啥意思呢？就是我这个 find 这个方法啊，执行完以后的结果是一个 int 类型的值，大家看看啊，结果是不是就是一个 int 类型的值啊？找得到就是它的位置，找不到就是-1，不管是11还是-1，它都是一个 int 类型的值啊，这是它的一个概念啊。好，这里边噔说了一大堆，是不是 ？Return the lowest index in S where 什么 substring 什么 sub is found 什么意思呢？他说找最小的那个下标。什么叫最小的那个下标呢？大家可以看看啊，如果我这里边后边啊再随便想，又来了一个 L， 是不是有2个 L 啊？他找哪个 L 啊？找最小下边的 L， 这个啊就找这个 L， 而不是找这个 L。怎么样？大家先能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？我们到了上英语课的时间了啊！我现在看到这个评论区一片沉寂哈，能听得懂是不是？哎，我这个就基本上就是翻译这个英语的事儿啊。剩下的最后有一个，大家看这里边一大堆是不是？哈，这啊怎么样说？他说了很多哈。Return -1 on failure 什么意思啊？如果失败了 ，failure 是失败的意思。如果失败的话，返回-1。其实人家说的已经很明白了啊，已经很明白了，看到没有？啊，这就是它的一个情况。我如果找不到，是不是就-1啊？就这么一个情况。好，这一个啊。好，那除了这个 find 之外呢，我们刚才还讲了一个方法，叫什么呀？叫这个 index 的。大家注意啊，你在这搜，你看到没有 ？index 的也在里边 ，index 的有没有？好 ，index 的也有啊。好，那这里边的话 ，index 的也有。有了之后呢，这里边大家看它的用法呢，跟我们的什么呀？跟我们这个，你看这个东西啊，这玩意儿跟刚才我们那个 find 的说的东西基本上都一样，看到没有？基本上都一样，但是呢，最后有一点不一样啊。rises 啊 ，value error when 这个 substring 都放的，什么意思呢 ？rise 啊，就是升起啊，就是会有一个错误，这个错误叫什么呢？叫 value error。当什么呢？当你查找的这个字符串啊没有找到，如果没有找到的话，会扔出一个这个 rise 一个 value error 这个问题啊。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这样的啊？刚才我们写的时候，你看这个 p 啊，用 index 的找的时候，这个 p 呢是不存在的，不存在它会怎么样呢？来走一下，大家看崩了，崩的时候这个错误叫什么错误呢？叫 value error。叫 value error， 看到没有？哎，这个是这么一个问题啊。就你写完之后呢，这个 value error 啊叫 value error， 没有问题吧？就这么一个情况啊，这个大家要知道一下，它其实文档里边说的很详细啊，说的很明确了。好，这是这个 find 和 index 的。好，朱鹏真同学问了，如果两个 i 都想选出来的话呢？啊，两个 l 都想选出来的话呢？两个 l 都要选出来的话也可以啊，但是现在的话，我们这个现在呢不是特别的这个不是特别的方便啊。我们在后边讲了我们这个啊，怎么了？到了，我在呢，朋友们。小伙伴们能看到我吗？我操，我这过气了。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都能看到我吗？我在呢，我没有下线啊。网络是不是有点太卡顿了呀？可以了是吧？网络刚才应该是有点卡啊，有点动静啊。什么渣男呐啊？什么啥情况啊？我怎么就渣了啊？我好好的呢，一点都不渣哈。好 ，OK， 好又回来了啊。这不是怎么啊？好行，这是节目效果啊，可以，你这么说也行啊。强行圆场是吧？但它其实不是节目效果，这是刚才崩了啊。好 ，OK。行，那我们来看看啊，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其实人家这个里边说的已经很详细了啊，就是你现在的问题呢，是我们有一个这个藏宝图，是不是？但是有这个藏宝图的话呢，你现在的问题是你不知道怎么样看那个藏宝图，是吧？好，我教大家怎么样看那个藏宝图了啊。好 ，OK， 这是我们说的这一块的啊，这个 find r find 和这个 index 的啊，除了这个 find r index 的之外呢，我们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一个叫。R find 和 R index 的，我先不写啊，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，我们找一下看这里边有没有 R find R index 的啊 ，R find 有没有啊？有，这个 R find 是干啥的呢？来看看啊，这个里边叫什么呀？你看这个词叫 return the highest index 的 in S where substring sub is found 什么意思？哎，为什么突然间这么多人给我掌声呢啊？这个掌声来的很奇妙啊！你们是想刷屏是不是？因为有同学提醒我讲快捷键了，你们想让我当渣男是不是？想把这个消息刷上去，我看到了啊！你们这帮心机是不是？没有用，我已经看到了，我今天绝对不当渣男哈。OK， 来大家看看这个没有问题吧？看看这个，从这个理解上来看的话 ，return the highest index 的 in S 哈，这啥意思呢？啊，就是这个返回什么样啊？最大的这个索引啥意思呢？你看啊，我跟大家写一下你就知道了啊。我来一个这个 x 点这个 r find 啊 ，r find 来个 l 点 print 啊。大家可以看看我们这里边呢有两个 l 是不是？它现在找哪个呢？它会找最大索引的那个，也就找后边这个啊。来运行一下走啊，这就是一个27，看到没有？好，那除了 r index 它有个什么呀 ？x 点 r 这个 r find 一个 r index 的，你猜这个 r index 的干啥的？它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呀？哎，它的这个效果的话呢 ，rfind 和 rindex 的它俩的效果呢，跟那个 find 和 index 的区别是一样的，明白不？就是你写这个 rfind 找的是最大的下标，写这个 rindex 的也找的是最大的下标，区别在于哪儿呢？区别在于 rfind 如果这个元素不存在，它会怎么样呢？它会返回-1；如果这个不存在，会直接报错崩掉啊，这就是它的一个情况啊。行，你看你们这个哈，一个个的还想给我来这个是不是？来这套是吧？好，要找出这个每一个哈，刚才有同学问过啊，要找出每一个的话呢，这个字符串里边没有提供，应该是没有提供这些功能的啊。那要做的话呢，要用正则表达式正则匹配就可以了，正则很简单的啊，后面会讲到这个正则。OK， 这是我们的一个概念啊。好，我把这个提一下，查找相关的讲的比较多啊，因为我们刚开始教了大家怎么样用那个工具啊。